在盛起的时候，是台湾满街都是在做彩绘看板的工作人也是很多。那没落以后呢？因为我们以前在画的时候，是工厂都要生产这个专门画看板的那个美术漆，就是油性的，那个色很多。那是没落以后，就一家一家歇业嘛。那大部分都是以前有的师傅的戏院都工作都停掉了，那就是说生产的油漆公司就不生产我们使用的油漆嘛，这个原料都不生产了，没办法，我要找原料来画，然后就找了人家油漆的这个水泥漆，水性的，试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适应了，就目前我画的这些彩色图都是水泥漆的。15岁的时候，就到桃园庙后的旁边的一家东方广告社，师傅是蒋新虎嘛，我在进入那边当水徒。那进去的时候，师傅就跟你告知说，进来当水徒很辛苦哦，要3年4个月。15岁进去，那17岁我就当师傅了，2年嘛，那师傅就把所有的一切彩绘工作都可以直接交给我做了。那当兵2年回来以后，在中立开个店。那刚开店没多久，戏院的老板都说谢先生回来了，然后陆续的一家一家来找我。在盛起的时候，人手都有4个至5个人手，安装这个招牌都是由徒弟、半技工的他们去安装的。那现在已经在85年左右是电脑出来了，它就有输出的那个科技，那就戏院就没落，一家一家歇业，然后我的工作量就减少了。那差不多20多年了，就没有人随这个手艺。那就没有说一个店就没有再用人手了，那也没有水土进来，我自己从开始画到安装都是自己来。
我也不用再请人了。然后拉的过程中是由我太太帮忙，因为我画的现在面积是很小，所以他来拉就可以了，拉线放下来拉上去就可以了。那我太太平常是帮我安装这个招牌以外，她偶尔会帮我那个片名的大字呢，填一个色，然后拉个边线，做这些小工作这样。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在日本，我爸爸是在重机公司在上班，那娶我妈妈就两个就带到日本去工作这样。那个时候是刚好要光复那一年，光复那一年我的爷爷是很担心说他儿子没有机会回来了，那时候局势很乱，他是说船班剩下一两班赶不上就回不来，就一直打电话叫他们要赶回台湾。我爸爸说不用了，不是在那边做就好，不是老人家是很紧张嘛，就一直要他回来这样。所以我那时候是在，我那时候我妈妈就是生在日本生了我姐姐，然后又生了我。那时候我是刚出生而已，民国三十五年嘛，然后我爸爸就没办法，就跟我妈妈就坐了最后一班船回到台湾来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小时候我的名字为什么叫做摩利亚玛，就是生就是摩利嘛，山就是亚玛。他们说你是在日本出生，那时候都起日本名字这样。黄色有了，你看这样一条一条没有？啊，这样轻轻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就看得很精明了。像这个眉毛这个地方没有关系，给它涂。眼睛这个是白色的，就不要涂哦。要不要阳光？对。有没有这个是眼睛啊，对不对？你像那个像这个的话，阿姨教你。像你这种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。很然后这个没有磨到的话，我们再稍微剪一下。它这个产业是没落的没有错，但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趋势。那但是我觉得它
还是要把握，因为其实我们做设计的就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东西是它的味道。例如说有人很讨厌标楷体，可是你标楷体用在适当的地方它还是非常的好的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到新桥去看，那是输出的，我觉得那个就是适合当那个环境那个空间的东西。那我觉得如果说你到老戏院，或者是到不管是中原戏院啊，或者是到内湾的戏院啊，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是有存在的必然性，因为那个味道是加上去的。如果你在内湾的戏院上面挂上一个数位输出的东西，那个是不能看的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我们跟着趋势走，但是有些人文的东西还是必须要保留。男装戏院早期从民国35年成立到现在，为什么有男装戏院？因为早期男装乡是以林业、矿业为主，没有什么娱乐，下完班晚上就是来这边娱乐。就是早期男装乡这么小地方就有三家戏院，经历过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已经民国104年了，所有戏院全部都倒闭，只剩下这一家。你说苗栗县唯硕果仅存的老戏院保有建筑物就是男装戏院，为什么又跟谢老师会结合在一起？我们是觉得谢老师的那个手工彩绘很值得把保留下来，所以说我三番两次去拜访谢老师，把他的作品全部呈现在这边，让人们觉得说、他的手工彩绘是早期的，不是大图输出、电脑输出，保有最原始的味道。60多岁的夫妻，然后那个先生还是坐轮椅，然后就拿个报纸就是自由时报吧，他就是介绍说，我爸爸在中原大学艺术中心有做这个电影看板的展览，然后他们就跑来，然后看到何小姐正在开门嘛，然后他们就说我就是要看这个展览，然后他们说对，然后就带他们进去嘛，然后看一看之后呢，那个先生就说我是他的师兄，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联络他，我们40年差不多，因为我爸10几岁学的，差不多我们没有联络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联络，可以帮我给我他的电话，或是你帮我联络他吗？点心在吗？点心陈点心，你问看看，看有没有在。陈点心，拜公。啊，你来呀、啊！我真客了。哦，我早见。哦，好好，你好。你好。看报纸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一个广告，它是上面是手绘招牌的这个大广告展览广告。我一看详细就是我的师兄弟啊，师兄，我就问我太太说，这位你认识吗？我太太说，好像有印象，结果认识了。我说好，我这个一定要去参加他的这个画艺术中原大学艺术中心的这个画展。啊，这都立一块出来啊，这都立嘛。我以前有那么帅吗？你是帅哥嘞，你。哦，难怪。我刚才变着讲，资料变着哎。哦，那不简单。我这个龙龟，三件要几对哦？差生啊，差几多？要几啊万块？受伤的时阵啊，受伤的时阵，我要学过，不过嘛无啊，之前几个，新啊嘛，我一较少人看你。好。你拢唔去动啊？拢失志啊，拢唔动。像住在这个乡下的地方，我就。有孩子生出来了，结果我就回家，没有继续做了。回家回到这边做，换别人因为乡下地方
没有招牌的、招牌的工作比较少，我就那时候我就转做这个油漆的，油漆工程方面的。啊，你阵呢？礼拜日啊，我阵有迄间戏台无特机位嘛，礼拜日嘛拢无迄间。较大机，较大机。你有戏台啊？伊就较有墙片的。起码可能有戏啊。安尼啊？啊，请你两位改位啊？啊，无啦，改成通无啊，即马无戏台哦。通机啊，底无。哦，中间敢若剩一间，啊，咱同事无啊，对。安尼啊。百宝剩我一间啦，啊，别人一间，单间我两间尔。这间也无，也无改这种电脑分化，伊无啊，我用安尼。改啊。用手绘的比较艺术的。传统比较有艺术。比较艺术感的。那立体的。啊，顶身啊，卡是几年前只呢？我。六年半啦，嘿。那油漆啊，外墙的架子啊，摔下来啊，伤到神经方面的，伤到神经而已啦，肋骨也有断啦，但肋骨没关系，断那都修理就好了啊。科技的发达，我没有想到说发达这么快。那以前学这个手艺，也没想到有这一天。那是刚好我做了50多年，岁月也是很蛮长的。本来也是想说画了50多年是慢慢的该退了，因为是这个行业已被没落，已经真的很可惜。因为这个传统绘画是真的不好学，以后断层以后真的是很可惜啊。那在要断层以前呢，我也想说以后呢再把它传承，这办法就是说在自己家开个班，教教有兴趣的爱好者来跟我大家研讨研究，这样把它继续传承这样。